五第三行，云何如等？疑是等妙圆妙明心，保明妙性，任物东迷，毁昧为空，空非暗中，夜暗为实，色达妄想，想象为身，虚云内摇，去外奔移，混扰扰香，疑为心性。那么我们就念到这里好了啊。这一段这个含的事理很复杂啊。在上一次我们在前面两行当中读到色心助缘到唯心所现，这个四句把一部百法名门全部都包括了，包括了百法，也就是包括了一切法。特别要记住，是佛告诉我们，佛虽然是对阿难说的啊，如身如心，但是要晓得，对阿难所讲的，就是对我们自己所讲的。就是说我们自己现前的身心从哪里来的呢？都是妙明真心妙心中所现之物。我们自己身心如是，一切众生的身心都不例外。一切众生身心如是，一切万物也没有两样。所谓是情气世间，一真庄严，本来是同一个真心所现。那么像这样的开示，在佛经里面，尤其是在大乘经典，我们几乎常常见到，也常常读到。读到了怎么样呢？不能相信啊！换句话就是不能够接受。为什么不能接受呢？理太深了，真正超乎我们的常识，超出我们的思维，我们思维想象都不能够达到。但是佛告诉我们，这是真实法，我们能够思维能够想象的都不是真实。那么在前面这些道理懂得要了解个几分，
底下的意思太好说，前面关键所在就是妙心中所现。这妙心是什么？这个是关键的所在。妙心我们人人都有啊，论严经先前所研究的这一大段涉番显见，显示的什么呢？就是显示的我们妙心。妙心要明了了，一切万法大致上也就晓得它的真实状况了。那么从本经所显，就是现前一念见闻之心，这就是妙心。见闻之心为什么称作妙？妙是指的觉相，他没有形象，那么我们还得说粗浅一点啊，诸位比较上容易理解。见性就是我们眼能见一切万物那个见的功能，这是不得已而说。见的功能没有形象，依靠眼根呢，它就生见的能力；依耳根呢，它就生闻的能力。这个能力是一，不是二。所以说，缘以一精明，分成六合合。它在哪一根起哪一种作用？正如同我们现在用电一样。同样是一个电源，我们用在灯上它就放光啊，用在录音机上它就把音声记录下去，用在这个冷气机上啊，它就是放冷气。一个电源呐，不是两个电源呐。不同啊，它起的作用就不一样。我们六根呢，就是六种不同的器具啊，能力是一个啊，一个能力，在这六个器具里头发生了六种作用。见闻觉知修长啊，发生这六种作用啊。那么这种能力呀，就是心，所以能力本身没有相，就像这个电源一样，它本身没有相，但是它在相上能起作用，所以它的本能是立相的，这叫妙啊！立相啊，而又由相起作用，妙妙在此地。所以这个妙在佛法里通常讲呢，非有非无啊。你说它有，没有迹象可循；你说它无，它在六根门头起作用。这就是所以称妙的所在。妙明，明是什么呢？明是灵明洞彻。与一切法相
彻底明了。这个妙心啊，是明极了，它的功能作用无量无边啊。它是最真实的，所以叫真啊。一切法跟它相比，它是真的，一切法是虚妄的。因为一切法是生灭的，它是不生不灭的。一切法都有变异，它是没有变异的。所以称之真，称金的意思，金就是金盆。从来就不杂不染，在佛菩萨果地上，真心是无染着的。我们现前的凡夫位上啊，我们的真心啊，也是无染无的。你要不信啊，你自己仔细去观察观察，你的见性有没有染污？你的闻性有没有染污？我们眼根可以有染污，我们耳根可以有染污，我们的见性闻性哪里来的染污？心经里面所说不垢不净啊，就是说的真心，这是金之意啊。所以真心啊，含有这四个意思，称之为妙心啊。妙心就像大圆镜一样，所以你明白了，就叫做大圆镜智。自己不明白，佛就设之为阿赖耶识。可见得那个大圆镜智是真的，说阿赖耶识啊不是真的。真的要说大圆镜智，我们有大圆镜智，自己以为没有，这就是迷。迷了之后，你大圆镜智并没有丧失，但是你自己以为没有了。因此无量的智慧德能呢，那些大用就不能够显现出来了。这就叫做迷，这就叫做惑，这就叫做尘劳烦恼啊。虽然不是真实的，可是你在迷而不悟的时候，它起作用。我们六道生死轮回啊，就是这样变现出来的。谁造的？自己心迷了以后造成这个现象，不是外来的，是自己制造的。这个道理要是明白了，我们的六根根性既然是无相的，诸位要记住这个话，
相就无量，有相就有量啊。有相就有处所，无相就无处所。有相一定有一个空间跟时间，无相就没有时间与空间。所以真心是尽虚空遍法界，佛经里面常说混遍十方数穷三际，无量的时空都包含在真心之中。那此地讲的妙心都包含在我们自己妙心之中。如果我们真正明白这个道理，心外无法，法外无心，一切万法都在我们妙心之中。前面这一句最重视这个中，确确实实认识了心包万法，这就是妙心的正相，正确的觉相不迷啊。果然明白了先前一念见闻之心啊，就是自己的妙心。那么给诸位说，这个作用啊，就不可思议了。不无法不现，自然你就做到了，即圆心而非圆心。这是诸佛菩萨大用无方啊！圆心是什么呢？圆心就是第八识，就是八个识，包括了与八识相应的一切心所。全都得起正用，而不是迷的作用，是得起觉用，这才是圆心自在啊，在一切法里面得到了心自在。给我们凡夫迷惑颠倒，以为这个心在自己身内，心的相啊是昏扰扰之相，大大的不同啊。在一般经里面我们常常看到有这个意思啊，说心包太虚，量周杀界，这是真心相，这是法身相，这是自识。一切众生虽迷并没有丧失，没有丧失。你看看今天这段经文了，因何如的已是本妙圆妙明心，这几句话正是答复阿难之问。前面问你
是说以什么样的因缘佛说我们一时真心？明明没有一时，我以什么说一时？这是我们一定要辨别清楚的。凡夫对于什么叫真，什么叫妄，实在是没有能力辨别。诸佛菩萨苦口婆心给我们在万象当中剖析说明，我们听了不相信，不能接受，这是非常可叹之事啊。所以我们学佛学了多少年，说老实话，学了多少僧多少戒，就是不信，就是不接受，所以一直到今天还不能够证得。这个要怪自己不好啊，不能怪佛菩萨不尽心不尽力啊。诸佛菩萨极尽其善巧方便，我们不能体会的。要是依然执着圆盈之心，认为是自己的心，这就错了，这就叫迷。为什么圆盈之心是无啊，不是自己啊。我们展开白法来看，八十五十一心所是有为法，有为法哪里是真的呢？为什么不能够舍离呢？所以无世界以来，我们认假作真，认无为己，全然不觉啊。虽然是没有一时，因为你自己不能够觉察，妙心的作用不能够现前，等于一时了，是这个意思。佛说这个仪式并不是真的仪式，一天到晚还是要用它。妄是有真起的，没有真哪来妄？用妄就是用真，但是用妄只晓得妄，不知道有个真。再一妄心，找那些妄法的根源，那到哪去找去？决定找不到啊。
在这一行里面，你看佛的这个真心的名字，他又换了几个字，本妙、圆妙。所谓本妙，是说我们先前见闻心性本来自妙，不必要借什么修学的功夫，用不着那些，它本来就妙。本妙要怎样才能够现前呢？给诸说很简单，放下就得了。困难的在放不下了。你什么时候放下，你什么时候就见到真心。禅家讲明心见性，见性就成佛了。什么时候你把这个迷情放下了，你就见到真心。那么换句话说，就是真心用事啊，不再是妄心用事了。所以叫做本妙，本来妙啊。圆妙明心，宝明妙心。圆是圆融的意思，是圆满的意思。这是妙心其用之相。也就是佛法里面常说的极而常照，这是从极边上说的，叫做圆妙明心。宝明妙心，这个宝在此地是比喻，世间的七宝，其质都是清净、坚实，是取这个意思。我们的真心、见闻之性，照而常极呀，像这个宝，宝都有光明。真性很放光明啊，虽然是照天照地，尽虚空遍法界无所不照，虽然在照啊，但它是极的，从来没有动过。我们在闲见不动的一章看到过，这一个现象，见性是如如不动的。佛就阿难来测验，那么从阿难呢观察上证实了。阿难头动，见不动啊！动的是妄，不动的是真啊！真心是如如不动，
所以叫做报名妙心。这个心心在佛法里有的时候心心是一个意思，有的时候心心是分开来讲。说心做体，说性是作用，有的时候又说性是体，性是作用，所以要看在什么地方，这个字是做什么样的解释，它是可以互为体用的。你比如在此地来说，我们讲性是体，心是作用，真如本性是体，大师的大兴王是从体起用。那么这个就是性是体呀，心是用了。我们又常问一切法啊，举一法来说啊，这个法是什么性质？那么这个性呢，就是用，不是从体上讲。比如说，我们说水之性，水的性呢是实性，火的性是热性。这种性呢都是从作用上说的，不是从体上讲。同样是一个字，要看它在什么地方，它做什么样的解释。那么在此地，所谓心是从妙起名，妙是吉，名是照，吉就是定，名就是慧，从定生慧呀，面容照了，就像镜子的光明一样。所谓性呢，是极明而妙，明是慧。是慧，慧是定的，是沾染即灭之相，就好像那个镜子体一样。这正是显示妙性之中，妙而明，明而妙。体与用本来具足啊，一丝毫的染污都不得。佛有，菩萨有，我们每一个人都有。这是大事啊，这一桩事情明白了，给诸位说，我们无世界以来在学佛的最低限度能够承认一桩事情，我们不止这一生呢，我们有过去世，我们还有未来世。
世还有过去世，五十届以来一直到今天都没有把这桩事情搞清楚，所以我们才流转生死啊，六道轮回啊，了无出期啊。吃尽了苦头，原因在哪呢？就是没把这桩事情搞明白。我们在这一生当中遇到这样的学问，这样的方法，只要明白了五十界不能解决的问题，今天可以解决了。解决这个问题在佛法里面就是了生死、出三界、断烦恼、证菩提的大事一桩啊。唯识法门里面所谓转识成智，怎么转法呢？就是迷悟啊，迷了叫识啊，悟了就是智啊。迷的时候我们用六识，悟了的时候我们用妙观察智。实在给诸位说，妙观察智给第六意识是一不是二啊，并不是说哎呀我悟了，我第六意识一变成个妙观察智了，那怎么个变法？悟了以后就换个名字，还是那个东西，换个名字不再叫他第六意识了，叫他做妙观察智。所以转的什么？给诸位说，于心于相都没有转，心是真实的，相也是实相，转过什么？所转的就是我们迷惑颠倒的概念啊，就是个错误的念头啊。以前对于自己，对于哪是真哪是妄，没搞清楚，把妄的当作真的，真的不晓得。那么现在明白了，明白了，我们应该要会用啊。你要是会用了，你就是如来了。你现在会用，你现在就是佛，你明天会用，你明天成佛。你这一辈子都不会用啊，这一辈子别想成佛，就这么回事情啊。用什么呢？用六根的根性。这个道理真正明白了，从现在起我们严禁一切色法，当家主事的是见性，不再是眼识了，不再是第六意识了。诸位，你现在就成佛了。怎么晓得你成佛呢？佛是具足平等心、清净心、慈悲心，这个三心。是尽虚空、尽法界、尽众生界的，无量无边，
你立刻就具足了。为什么这么快呢？因为是本来的，不是修得来的。要修得来的还慢慢修了，他修到什么时候才能修得成呢？他不是修来的，他是本有的。本有而不能够现前，就是因为我们迷呀，所以不能现前呢。迷在什么地方呢？六十用说了，这就是迷。六十用事，它的相啊，是分别、执着、妄想。这个里面要细说，非常的复杂。我们今天世间东西方所讲的心理学，只说到个皮毛而已啊，全是妄心用事啊。真心用事的著说非常单纯，里面什么麻烦都没有，什么隔层都没有，干干净净，所以称之为直心啊。直心是道场啊，也能见，像明镜呢能照一样，什么是景象照在里面，照得清清楚楚，它不分别，它不染污。可是妄心用事就不如是了，他眼见见了他照，见了怎么样呢？见了他染污，他在里面生爱生嗔恨，他生烦恼啊。见性见万物，他不生这个，他生什么呢？他生平等，生清净，生慈悲，生无量智慧。诸位都是想求福求慧，福慧在哪里求？福慧在真性当中求，那个智慧是真智慧啊！从早到晚，六根接触外面六尘境界，念念生长智慧。这个是真正的落实啊。而凡夫六根接触六尘境界，给诸位说，念念生烦恼，生的什么呢？喜怒哀乐爱无余，七情无余啊。七情无余是烦恼啊。这就是用根用时啊，所得结果之不同。用时的结果是生无量无边的烦恼，这叫做凡夫啊。用根中之性的结果是念念增长智慧，这叫做圣人。可见的圣人跟凡夫也是不二啊，一个是会用根，一个是会用心，会用识啊，那就是用根用识不同而已啊。我们读了楞严经，如
果不能够把写实用根的学问学到，把写实用根的本事学来，背不进那就白念了。果然学会了，那真是大喜事啊。